速100拍到，当前车速93，保持左侧主路行驶，所有车道均可通行。限速100拍到，当前车速93，前方途经长距离急速绿路段，车流量低，请安心驾驶。
方700米，进入过凤崖隧道，全长1.5公里。行驶35公里。前道路继续行驶22公里。
车道均可通行，保持左侧主路行驶，所有车道均可通行。24公里。前方2公里，经过4棵树服务区。
将连续急转弯，请慢一点。12公里。
平顶山交界处，这个隧道一过都应该到南阳，到南阳南诏县，南阳南诏跟平顶山庐山交界处，这个隧道一过都到南诏了。前方70米，即将进入连续区间测速路段，全长55公里，限速100。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4.5公里。您已进入南阳市南诏县。今天分水岭隧道都是分水岭是南阳跟平顶山分界，分水岭。这确实大山呢，这边是。前方事故多发地，请司机朋友量力而行。分水岭过了之后，再过10公里都出山区了，都进入平原地带。进入平原了，注意经过下陡坡路段。进入柴家庄2号隧道。
前道路继续行驶2.4公里，前方路段限速100。当前平均车速76，请继续保持限速100行驶。700米进入雪家庄隧道，全长400米。前方路段限速80。进入雪家庄隧道。路段限速100。进入下一段区间测速，全长42公里，请继续保持限速100行驶。出神了。前方进入流动测速路。